周思，你知不知道张希达今天晚上住哪个酒店啊？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大早上好像电话让一个什么哥帮他订酒店，我还以为他帮哪个朋友订的呢。不过他今天下班的时候特别奇怪，给我交代了好多事情，像是以后都不见面了似的。你们俩到底怎么了呀？没事。 小冉吗？你知不知道张希达今天晚上住哪个酒店？希达，你干嘛？快下来！我们聊聊，有什么事情赶紧给我电话，我就在大堂。 出来是吗？张希达，你知道现在在干嘛吗？你多大的人了？给我一个人看是吧？开心了吗？宁叔。
说说你，喝那么多干嘛？昨晚上要不是小冉送你回去，你又不知道混哪儿去了。我这么大一人了嘛，喝点酒能干嘛？难不成被劫色呀？怎么了？ 啊！来喝点汤。没事儿。这孩子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小冉是我临时调回正畸的，这外边的事还没安顿好呢，明天他得暂时先回去处理一下。啊，你帮我在手机上下载个打车软件，凑合一个星期。我再给你拿点水果去。 昨天晚上是董宁叔让小冉来接我的。那他还挺有心的。那你们还有联系啊？董宁叔是怎么认识小冉的？妈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去找董宁叔了？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和你爸爸是二婚，他第一个妻子叫董敏，就是董明叔的妈妈。那个时候，哎，再靠近一点，对，开心一点。我只是董敏的闺蜜。哎，快来，快来。啊，好，我调自拍了，调自拍了。 董敏和你爸爸结婚后不久就有孩子了，可在这之后，董敏总是以身体不适的理由拒绝和你爸爸有任何亲密的行为。当时，你爸爸很痛苦，他甚至怀疑董敏在外面有人了，怀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。 可那个时候，我作为他们的朋友，只能帮忙劝说。董宁书四岁的时候，董敏终于主动提出和你爸离婚了。离婚以后，董敏就把孩子的名字从张宁书改成了董宁书。 妈妈不是第三者，妈妈是在他们离婚以后，因为和你爸爸一起工作，才和你爸爸好的。妈，董宁叔到底是不是我亲姐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很害怕，所以我就找到董宁叔了。那董宁叔知不知道，他有可能是我亲姐？ 知道多长时间了？有一段时间。有一段时间？妈，你说有一段时间了？那这么长时间以来，董宁叔一个人承受这些啊？你们老说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为了我好，你们想过你儿子的感受没有啊？我就这么躲在我喜欢的人身后，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些。
我像个孬种似的。我已经长大了嘛，很多事儿我能承担。哎呀，妈妈是为你好嘛，你能不能理解妈妈一下嘛？明白，哭吧，没事儿。有时候哭真的是一种解脱。你干嘛呀？我没哭呀。我希望你在我面前能做最真实的自己。哭出来吧，没事儿。我真没哭，你干嘛呀？那这些是什么？难不成你拿这擦口水啊？我感冒了，我就在这吃完很辣的面，就这样了。鼻涕啊？啊。我都知道了，对不起。让你承受了那么久，你都知道了，回去吧。晚上喝这个助眠。所以，你从现在开始就把我当弟弟了。按照你妈的说法，是我妈先有了第三者。然后他跟张海天离婚之后，你妈才跟张海天在一起的。我知道我这样说的话，你会觉得我在替我父母开脱。但我始终认为，他们仨的恩怨情仇那是他们上一代人的事儿，孰是孰非，他们自己能解决得清楚。我心中啊，有一个很坏的想法。我希望是你妈出轨，至少这样我们就没有亲缘关系了。你这话，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只要不是姐弟，什么都。
这人老婆又怎么那么奇怪？不应该是童养夫吗？我可消受不起你。有点歪了，姐，这个低了，你看，姐，你怎么了？张亚天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，姐？你再不说，我就报警了啊！不能报警，千万不能报警！你要是报了警，我就没法活了啊！那你倒是告诉我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？那你答应我，千万任何人都不能说，你要是说了。我要说了，出门被车撞死，行了吧？我被人强奸了。张海天知道吗？我没有告诉他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能一个人扛着，啊？姐，你得告诉张海天，他应该会理解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什么？那，哎呦，冷静啊，先冷静。我想想，这孩子是谁的？我不知道。所以我不敢报警，更不敢告诉海天。如果他知道了，肯定让我把孩子打掉。但是他是一个小小的生命，我舍不得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姐，你听我说啊，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就大了。所以我每天就用这个。我就使劲的做，我做我自己，我做什么呀？我觉得我自己太脏了，你知道吗？别动了！哎呀，我要做一个好了，好了，停下！安静，好了，安静，安静！我觉得我太脏了，我一定要把自己擦干净，但是我又做不到。天嘛，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！你说，绝对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，不能告诉他，不能告诉他。哎、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能告诉他，不能告诉我。
哎，慢慢。姐夫。哎，回来了。不吃了饭再走啊？哎，不吃了，我来看看明姐。好。我感觉她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姐夫，你最近多关心关心她。我公司太忙了。再忙也不是理由啊。是。我能感觉到，你姐最近情绪不大对劲。但我真的压力很大，自己弄得焦头烂额的，确实没有照顾好你姐。那姐夫，你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本来不该跟你说的。我们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就算我今天有个地方宣泄吧，要不然我真的扛不住了。怎么了？公司最近出了点事情，我那合伙人老胡，就是你认识的那个胡明，我俩散伙了，所以现在公司严重的缺人，如果这单生意能接下来，公司就算立住了，如果接不下来，我的创业就失败了，一切打回原形。姐夫，那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就跟我说。好。哎，你不是学财会的吗？啊。那我还真需要你。好好，以后再说吧。你先回去，我姐等你呢，我先走了。好了，好，慢点啊。哎，你非得这样吗？姐，咱们还是试着告诉张海天吧，也许结果不一样，万一他能接受这一切呢？再说了，你这么一走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你的错，甚至怀疑是你出的轨，何必呢？要不咱们先去做个亲子鉴定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这做的一切无非就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和借口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最坏的结果，我宁愿浑浑噩噩的活着。结果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。姐，我守住了我的承诺，没有跟任何人说。可我不知道，这是不是害了你？真相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我那天看到刘源跟高琪的时候，就感觉上天好像给我们两个做了一次预演。即便是能在别人身上看到无数种可能，可是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还是很难做抉择。所以那一天你把采样的样本还给了他们，我一开始觉得奇怪，现在一想好像又那么合理。所以你做好决定了吗？我很爱你，也想和你一直在一起，但是我真的很害怕。我们是亲姐弟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像高启和刘渊那样装作若无其事的过下去。
因为怀疑的种子当埋在心里的时候，不是嘴巴上说啊没事儿，那个事就不存在。那你决定做亲子鉴定吗？你愿意吗？如果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我们俩有同一个生物学父亲，那我们就做最亲近的鉴定。如果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，咱俩不是亲姐弟，那我们就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听你的。那不就还好，咱俩还没那个啥，要那个啥得多尴尬呀！你这个人真的是帅不过三秒。我是当事人。你们决定好就行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张希达，你是不是小说写多了呀？这人生有必要这么有戏剧感吗？我这个叫命中非凡人。不是，我说你们两个情绪也太稳定了吧？哎，你想想那个高奇和刘源，他俩那现场跟杀猪似的。其实我之前也崩溃过，迷茫过，想要逃避，但是谢谢张希达，虽然他有时候特别像个小屁孩不靠谱，但是偶尔还是挺爷们儿的。咦，把秘密说出来的感觉真好，就感觉肩膀上有一块特别大的石头被卸下来了。现在想想以前，好像太矫情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对不起。哎，人家的两位在那里撒鸡汤呢，你在这里笑什么？啊，我请你们喝咖啡吧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魏姐最近怪怪的。很反常，何止反常，这天得塌呀！你们俩也太八卦了吧！有什么事儿也比不过咱俩这身狗血。艾姐请的这咖啡太不容易了。艾姐一个人是挺不容易的，讲的谁容易似的？我们还等着八爷党狗血剧的结果呢。你别说话。别走了，迟早都要知道结果的。咱们就在这儿打开吧。如果鉴定结果符合我生物学父亲，你就从左边电梯下来；如果不符合，你就走右边。我在楼下等你，好吗？好，我下线。